哥哥，很快就回来了。黄金救援时间是48个小时，男孩失踪到现在已经15个小时了。拉拉。 没时间了，血要是再大，可就更难找了。我估计这范围啊，还得扩大。我殿下，这都两天两宿，大人都死透了，我还呢？咱不能停，求你，大家都到极限了。队长，有情况。 爸爸，把孩子还我！别怕，爸爸来救你了。爸爸，醒一醒啊，醒一醒。